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鱼豆。原神的风花节刚刚过去啊，其中有一个问题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那就是风之花到底是什么花呢？在那么多的选项中，观众朋友们都是怎么选择的呀？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哟。我呢，选的是塞西利亚花。这时候就有小伙伴要问了，鱼豆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塞西利亚花呢？那这个嘛，那当然是因为温迪啦，毕竟温迪的突破材料就是塞西利亚花嘛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呢，我们来带大家采集一下塞西利亚花吧。塞西利亚花集中在摘星崖上，我们先传送到千峰神殿左边的传送点。这时候又有小伙伴问了，鱼豆，你为什么不传送到上面的秘境呢？别问，问就是山太高，不想爬山。你明明就是摔死过好几次吧。哎，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就跟我一起去采集一下塞西利亚花吧。一轮采集下来，一共有37朵，特产刷新时间是48小时，大家可以计算好时间再来采集呀。我们还可以使用土豪战术，在蒙德城的花店可以向弗罗拉购买5朵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